各位媒体朋友你们好，我谢谢你们今天来，谢谢。好，那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静雯呢，今天来带领我们的就是收包妇幼扶助计划哈。那我们也看到静雯其实在近年来人生其实有蛮多的变化，那在媒体荧光幕前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哈，也看到就是静雯非常努力的在扮演一个扮演好一个妈妈跟一个好妻子的一个角色。那我想在这样的部分，其实夫妻之间哈冲突其实有时候难免，对不对？那虽然说我们看到其实他跟就是邱先生都非常的就是说在非常和谐，然后也非常的就是说在这样的很幸福的一个家庭的图像。那但是我想难免其实在夫妻当中一定会有些冲突的发生。我想要请就是静雯分享一下，如果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在你家庭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我昨天跟修也讨论过这一题，然后他说我们没有争吵啊，所以这一题很难回答。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背景，那对我们来讲，每个人对一件事件的意见不同，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你的意见不同，你们才会有讨论的空间。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只要碰到一些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让彼此先冷静十秒钟，冷静十秒，而且我们绝对不会口出恶言，或者是给对方不好看的脸色。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压力很大，可能习惯性的你不知道你自己在没有照镜子的时候你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所以我们两个其实也还蛮有默契的，就是说当真的是意见不合，我们都会彼此给自己一个空间冷静下来再去处理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在孩子的面前去争吵，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对小孩来说，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声音的变化，他们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小孩真的很敏感，他的敏感其实他会有阴影，他会有害怕，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会非常非常注意的。对，那所以那在这个部分呢，也有提到，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说有一些争执的状况之下，会怎么样去进行？比如说会有人妥协吗？还是什么？其实我们到最后，我们一定会有妥协的一方，要不然这个没有答案。所以有时候其实当你妥协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的意见你去配合，其实两个人都会比较有一个开心的结果，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对，那我也蛮好奇的，我想大家也蛮好奇，如果真的在家里面有一些意见不合的状况，通常在那个妥协的部分都是你妥协比较多，还是对方妥协比较多？这个当然是男生要妥协，女生比较多。其实对于我来讲，每一次可能我们真有意见，我觉得老公要学会了，真的太太是最大的，只要听太太的，家里都会很和平。太太的家里会很同情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记下来。三个提醒哦，刚刚静雯提到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冷静十秒钟，这个很重要，就是不要在就是冲动的时候说出不好听的话。第二个部分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去争执，或者是说让孩子知道在攻击对方，这样其实会让孩子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阴影。第三个部分一定要有一个人妥协啦，对不对？就是只是说在这个部分呢，相互妥协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因为不然生活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对不对？好，那在之前呢，我们刚刚有头提到，在台湾去年其实一年有110,000件的一些通报案件，每5分钟就有一件。不晓得静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还蛮震惊的，而且我也蛮心痛，因为我觉得这种暴力事件其实应该要每年递减而不是增加，所以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多关心这些社会事件。是真的蛮令人震惊的，10年前通报案件大概是60,000多件，到现在10年之后通报案件是110,000件，所以其实这个量通报的案量其实有节节升高的状况，是真的很令人同情，也应该要就是好好的来关怀这件事。那我不晓得就是说静雯是不是也可以分享就是在身边的朋友是不是曾经看过或听过类似的这样的状况。其实当然多多少少你会听到一些不管对方家庭的一些状况，或者身边真的有一些好朋友他们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老实说我们是当那个聆听者，有时候我觉得聆听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出口，他们可能也没有人没有对象可以说，所以当你身边有不管是亲朋好友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真的要多听他们的一些，请听他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之前
好像静文有比较有听到，就是说在这个部分肢体的暴力朋友的状况其实比较少，大部分其实言语的这样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多。我觉得现代人就是大家在座的每一位，你可能也会发觉现代人可能在耐性上面已经少了一些，所以当你没有耐性，你的言语你的肢体都会给对方一个很大的冷暴力，就是言语上的暴力跟冷漠的暴力，我觉得那比真的你受到肉体上的暴力可能不亚于那个，因为现代人的这种冷暴力跟言语暴力其实我觉得已经常常出现了，不管是在现在的这些科技很发达，网络上的文字，然后还有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觉得好玩开玩笑，可是那些东西久了我觉得反而会造成大家心里的压力，然后这些大家也觉得没什么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这些其实都默默的，其实它就是一种暴力的存在。是，其实冷暴力跟言语暴力它的伤害真的不亚于肢体暴力，有时候心灵上的伤害大家看不到，是不是大家看不到，但事实上会留在自己或者留在小孩的身上，其实是更长更久的。那静文是不是也曾经观察到，就像这样子，就是冲突或冷暴力、家庭暴力下的孩子，其实有受到一些影响？其实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神情、他们的肢体，很多的孩子在暴力下成长的，他一定是属于比较没有信心、没有自信，他胆小、他害怕，他甚至他没有对这个社会的眼神是没有充满了热情。我觉得看到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心疼，因为他对于这样子的环境，他对于这样子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已经是没有信心了，他也甚至是害怕，他甚至躲起来。为什么像社会上有那么多的让人家听到会觉得很恐怖的事件，因为我觉得那是跟自己的家庭教育也很有关系。当你对冷漠于孩子，让他看到了不管你跟大人之间的争吵，甚至是说像我讲的冷暴力处理，其实对他们来说，对他们心里面都会一层一层在往上堆叠，等他大了就会看到现在社会世界上为什么出现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杀人案件也好，我觉得这都是跟家庭的忽略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反而会觉得不管是我身边朋友或者是各位媒体朋友，如果真的是身边有观察到这样子的，也真的不要冷漠，因为我觉得冷漠是一件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事情。对，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不要冷漠，这非常的重要哈。就说静文在看到，就是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不会冷漠，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倾听，给予帮助。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多实质上的，其实真的要协助对的单位，然后真的是伸出援手，让这些单位们可以给予你们帮助，而不要去害怕。因为我觉得亚洲人可能他们都会觉得丢脸害怕，而不敢去伸出援手找对的单位去帮忙。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要打破这个观念跟改变，因为当你伸出双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觉这些单位他们都存在，他们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也会给你一个对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刚刚静文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身边的人，如果真的看到旁边有这样家暴的一些状况，其实不要冷漠，要去做一些制止。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制止是不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提起，对不对？对，一个是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鼓励他们求助，就是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他们，这个部分也可以帮助到你的身边的一些亲友可以远离这样子的一些状况。那静文觉得我们一般是会带动自己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受暴家庭的孩子？当然我觉得像比如现在父母基金会他们做了一个这么好的计划，我也在那边呼吁就大家能够捐款，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协助更多的受暴者。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他们需要的是大家的捐助，所以如果有大家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也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捐款，多多给予帮助。非常谢谢我们的静文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最后呢，其实我们在这次我们发起了一个活动，带孩子回安全的家哈，一个安全的家不迷路，不迷路的认养计划行动。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把迷路先带上来。那这个计划呢，是由我们跟插画家，这个没关系，不用，没关系，这个我的。
对对对，就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会号召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志工，还有曾经接受过现代妇女基金会帮忙的一些妇女朋友呢，我们来共同缝制这个一大一小的这个麋鹿布偶，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它会帮助只要捐款3000元就可以帮助受到的家庭呢，也可以获得这样一大一小的一个手制的麋鹿布偶，限量只有300对。那更特别的，我们发起了一个 One for One 的一个行动，大的布偶的部分呢，我们会转赠给我们现在服务家庭，就是受暴家庭当中的孩子，会代替各位捐款人呢，在这边守护着他们的安全。那在小的这个麋鹿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给，就是我们寄送给我们的捐款人，让他们知道，哎，他的分身呢，正在这个家庭里面守护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非常谢谢我们的静文在就是第一时间就认养了我们第一对的这个麋鹿布偶，就是请静文先帮我们签个名。我们是不是先请就是静文这边部分先让大家，还有我们副执行长这边部分让大家拍照一下，那个前面。好，看一下我们左边的摄影朋友，看一下我们中间的摄影朋友，我视线中间。好，还有我们右手边的摄影朋友。好，那请静文，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麋鹿稍微再举高一点点呢？谢谢。左边啊，左边。来，视线中间，来这里。好，中间的部分。那还有没有哪边的媒体朋友需要再捕捉一下画面的呢？静文可以独照吗？好，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副警长先稍后，一定要就好了，谢谢。静文，我们可以稍后退一点好吗？可以吗？这样 ，OK， 这里可以吗？这样，这样好 ，OK。谢谢。好，我们来个三连发好了，想三个姿势，可以吗？静文，第一个姿势，哦，好可爱。好，那第二个姿势，好，第三个姿势，好，左边，左边，左边，谢谢，来中间。谢谢，好，可以吗？各位，好，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把我们的麋鹿先带下来哈。好的，那我们这边呢，还是要再呼吁一下我们，请我们那个静文这边部分可以对我们的就是这个布麋鹿布偶的这个行动呢，可以做一个呼吁好吗？这是我们的第一对的，第一对的。对，这边有一对，就是我今天第一对认养的麋鹿，然后我希望受暴家庭的孩子看到这只麋鹿就知道你们不孤单，我们一直在守护你们，然后也希望所有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不要再冷漠了，真的要关心孩子们，然后这个麋鹿守护他们，也希望你们多多捐助，让更多的孩子被你们帮助，然后被你们守护，谢谢。谢谢我们，谢谢的我们的静文。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我们的一个。不好意思，没有麋鹿拍一下哦。哦，没有麋鹿拍一下，好，谢谢。谢谢。安全的家护麋鹿，
不迷路的认养行动，也希望我们的媒体朋友多多的帮我们做报道，多多帮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也加入不迷路的认养行动。OK 吗？谢谢。好，谢谢。那接下来，哦，不好意思，我们还有一个呼吁的一个小小仪式，是不是邀请我们的副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不好意思，可以就是也让我们有一个空间，让小朋友先进来。啊，今天就是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的小朋友也在这边，要跟着我们的副执行长，还有我们的静文一起。好，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呼吁，那也祝大家母亲节的快乐。来，往前，往前一点。好的，好，那我们哎，我们的大字报同学在哪里？可以来我们的这边，这边好，可以在这里，或者是在前面。因为没有大字报，小朋友可能会没有办法念，不好意思，请大家协助一下。好，我们今天呢，你摆着就好，然后你的走开。但他们不能看地上，就你这样挡到，小朋友都真的。那我到你们后面来，足球不用。OK 吗？好，可以 ，OK。好，我们就在。我们今天的口号是帮助受暴妇幼带孩子回安全的家。好，那我们数一二三，我们就一起喊一下哦。然后我们先把它拿在前面，然后帮助受暴妇幼拿在前面，然后带孩子回安全的家，就把我们把汤乃馨往前面，好不好？可以哈。好，一二三，帮助受暴妇幼带孩子回安全的家。笑眯眯哦，笑眯眯。好来，看中间哦。看中间。好来，右手边的。